今天是 CMCO 的第一天，学学会在家两个月了。欢迎来到我的 Share Movie。周贤贤现在在做什么？你看，你看刚刚睡醒的脸耶，贤贤，刚刚睡醒的脸。啊，还画鱼。我现在在做这练习哦。我妈咪在工作，然后她在做功课，然后我还会给她一些练习呀。啊，在家也不可以荒废学业。必须的。就妈妈要照顾萱萱，然后又要工作，所以还要煮饭。那两个月这样子的日子，所以妈咪要加油咯。你要乖 OK OK。 这是一餐当两餐吃，我们冲好凉了，现在要吃东西了。妈咪煮比较大的分量，然后晚上也是吃这样子哦，所以我妈咪只需要煮一次罢了。来，好吃吗？吃完午餐了，然后妈咪现在开始工作，然后萱萱就休息和在看电视咯。真的很享受。现在重新 reset 过咯，现在是晚餐，我们又在吃一样的菜。哇，爸爸买了食物。这怎么要放去冰橱？有这么多的歌，这是 biscuit 吗？ Hello， 要拜，你怎样？剩下的菜就是爸爸 settle 好了。你看我的那个粥，好，那爸爸就吃完它了。所以今天第二天了哈，然后这是今天妈咪煮的菜，很多，因为你晚上问嘛。今天萱萱恢复上网课了咯，CMCO 期间呢，我们呢就是有 online class 嘛，然后呢对妈妈呢一个很大的挑战呢，就是他们的学校要做 Art and Craft，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，对我来说是一大挑战 OK。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咯，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Art 咯。是火的图案啊，对的。我做好了，这个是哪来的？其实是我做的。我们花了半小时做了。今天是 Science 的 Art Craft， 截图 blue。
现在把它粘起来。那现在在设计哦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还要放凉凉的。太凉了。太凉了，散了它。我已经做好了，这个是一个笔筒哦。萱萱，我们 CMCO 已经在家三个星期了，这三个星期你都有乖乖对吗？嗯 ，Yes。接下来我会乖乖哦，你们也是哦。拜拜，还有很多炫酷影片，请订阅分享，拜拜。